家好，我是阿宁。今天呢，咱们有粉丝小伙伴就是买了4块这个积雪石的陨石，哎，就是之前我在沙漠里面捡的几块那个积雪红的天宝石，就是来自火星的陨石。他们想要做成吊坠，然后咱们现在看一下加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师傅，看的怎么样了？现在这是把形状修理好了，下步就是把它再磨光，抛抛光，然后上亮。嗯，现在咱们师傅要把这个积雪红的这个料子，看，就是这个，然后放在这里面抛光，打磨抛光，看这里面好多小宝贝啊！看，被认出来了。不是你的店啊？我没有店。说白了，那是现在出那个车祸，你买那个车。对啊。车辆翻倒那个。啊。我每天都在看你视频呢，准备跟你捡玉是吧？走，去沙漠去。我运气真好，过来就碰上了。还有个小狗狗。啊。路上穿了个衣服，他每次把石头都塞到那狗身上。啊。是不是你啊？啊，圆圆。今天没有带圆圆出来。在哪捡？平时就在那个沙漠里面。我过几天去那个长城沙溢河里面。前两天我看看他上面那个视频在听我，你把微信加上吗？今天咱们留一下去。走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天宝做的吊坠啊。很漂亮，有点像蓝红，但是不同的是，它是来自火星的陨石。积雪红，小伙伴们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。来自火星的陨石花一丁，也叫天宝石，给大家看了它的前世今生，从沙漠里面被捡到，然后到现在打磨成吊坠，做成配饰，有没有觉得很神奇？反正我看到这些石料的前世今生，我觉得还是挺荣幸的。好了，关注我，我是阿宁。勇闯天涯的日子，咱们彼此陪伴，拜拜。